梦梦公主说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是要打开什么玩具啊？ Magic Clips 给我们讲一讲都有哪些公主，让我们看看。OK， 好吧，我们来打开它们。打开它，这个是新款的 Magic Clips 可以换装的公主。从右到左边，我们有灰姑娘、长发公主、美人鱼公主、睡美人、贝尔公主和提安娜公主。她们的裙子前面有花纹，这是以前没有的一种设计。我们来看鸡呀。喜欢哪个公主呀？提安娜、艾米尔，还有梅丽娜，还有彭修和灰姑娘，最喜欢的，还有这个贝尔最喜欢的。哦，所有的公主都是你最喜欢的是吗？ OK， 这是一个经典款的换装公主，还有一个安娜和Elsa 公主最新的一个单款结合在一起的。从右到左，我们有美人鱼公主、长发公主、贝尔公主、艾莎公主、安娜公主、提安娜公主，还有 Merida 公主和灰姑娘。这些公主都是经典的造型，她们的裙子呢也都是在原版电影里面的最经典的款式。你来给她们换一换裙子吧。这灰姑娘还有没有球？啊不。行吗？再换一换裙子吧，让公主们。提安娜还有贝尔。行吗？嗯。行吗？嗯哼。你知道吗？很多的公主要分享她的衣服。她的脚怎么老是出来呀？我觉得他的脚很大，那个脚很大的是这样做的。我做一遍，他的脚要一起，我明白了。要放在一起，他的脚。哦，啊哦，啊哦，啊哦。我说。不。太棒了，他们的衣服换过来了。那他们换个裙子嘞？女庞子？这不是女庞子哦。这是谁呀？安娜公主。Wow.
阿霞，阿霞，红色的放在一起。Everyone.